产品宣传。CHD100 型切丁机适用于脱水蔬菜、速冻蔬菜加工厂及食品酱菜行业加工各种根、茎类蔬菜，呈正方体及长方体形状。该机采用复合刀具，一次成型，形状规则，切面光滑，成型率高，深受外贸出口单位青睐。本机设计先进，操作方便，耗能低，效率高，采用铝镁合金及不锈钢材料，防腐美观，符合卫生标准。检查准备，将浸料斗用螺钉紧固在壳体浸料口处，检查壳体内是否有异物存在，将壳体内异物清除掉，否则容易引起刀片的损坏。清理操作场地，检查电源电压是否与本机使用电压相符，找专业电工将机器电源线接在相应电源开关上，按下开按钮，检查转向是否正确，否则切断电源调整接线。操作使用保养，应将被切物料洗净去杂，如果被切物料混有砂石与泥块，刀刃口与刀板容易损坏和磨钝，物料最大切割直径应不超过80毫米，如果大于此直径，需切成小块。壳体门关闭不到位时，不能压合开关，此时线路不通，电机不能运转。将被切物料从料斗投入壳体，在拨盘的作用下被利刀切割成所要求的厚度，接着被圆盘切丝刀切成条状，最后被横切断刀切成方块。切丁机规格的调整是通过调整切片厚度、更换圆盘切丝刀和横切断刀来改变的。警告：所有的维护和保养工作都必须在切断电源的情况下进行，每次使用后必须对机器进行清洗，尤其是物料通过的地方和通道，应细心检查所有的切割刀具是否有损坏或磨钝，检查梳子刀口是否正常或损坏，每周拆卸一次圆盘切丝组合刀具和横切断组合刀具，并进行适当的清洗。当重新装配时，需用无毒无味的食物油进行保养，安装前必须在切丝轴和切断轴上涂抹上食物油，以保证其拆卸方便。每2周给齿轮与链条注油一次。